去。大叔，我付好了，走了。对的。晚上好呀，现在是夜里11:30，刚刚我们遛了团团圆圆，然后最近因为一直装修房子，我和爷爷挺累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带着呼伦和小枣连夜出逃，准备去放松一下，现在出发。我们到了，哇，月亮，好温馨，氛围感这不就来了吗？这呼伦可值了，上来吧。一个小缝就能钻上来了。获得了一块延伸区域。是的。睡啦，你睡得干，你爷爷奶奶怎么睡？等奶奶先把铺盖铺好，你都压住了。以后就你不能在车上，我先把这都铺好，你真的太占地儿了。来，你到后半区来。你好灵活啊。你快快。你往前串串。我们俩。我好像那个华容道里面那个棋子。华容道里怎么会有这么胖的棋子？有呢呀，有大小几个方块，我是那个最胖的方块。看小拇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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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呢？小拇指。小枣，你这上完了没？上了。上了。爷爷，你这里照亮，让他看清楚买好了没？呼伦小枣的大号时间一般都是上午，我们夜里睡觉的这个空气应该还可以。这个是宜家的一个鞋架。哦。19块钱，它的那个支撑性挺好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进入电影模式。就是喜欢小动物的。喜欢田园生活的这个纪录片特别好，The Biggest Little Farm。 看完啦，睡觉了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小枣，呼伦已经看不到了。小猫枣一晚上就在我的裆里活动，我一晚上就保持一个姿势，有点累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个垫儿呢其实有点没有垫的太特别厚，所以有点硌。然后我可能是太胖了吧，所以尤其硌。你下回把这个再改善一下。我的山景，看，哇，好酷啊，奶奶，真的太酷了！哇塞，那是月亮吗？对啊。哇，神仙光！哇，现在风好大，但是日出好美啊！日出好美啊！看啥呢？大家看看奶奶现在姿势，奶奶在车上练瑜伽呢，快起来。哎，原来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画面。哎，还行，柔韧性还行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
分批吃东西。爷爷在车上设置了很多这种小机关。你们觉不觉得这么大一张脸用这么小的一个剃须刀有一种反差萌？出来，爷爷，你放松吗？觉得也挺舒服的。嗯，就是我们试验了一下在车里和小猫的车中搏，虽然有要优化的地方，但是就整体体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我们就进一步的可以规划带他们去更远的地方，更好的地方。那我们很快就会有下一次的长途旅行了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。